州，本是大连人，然后他生活在大连，然后到后来在沈阳音乐学院一直担任柳琴和中阮的那个老师吧。他对我在不管是音乐上还是演奏上还是在生活上，他对我的那个教育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吧，就是如果你是在演奏的时候，在弹琴的时候，你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音乐本身是一个大自然，一个就是全世界都能够知道的心灵语言，它就是一个自然状态。弹琴也是叫自然状态。当你弹琴，不管是你的左手、右手，你的坐的姿势、拿琴的姿势，包括演奏乐曲时的那个状态，都是处于一个自然状态的话，它演奏出来就是，那它就是能够有摄受力，能够打动人心的。我的老师教给我的那个弹琴的那个演奏方法，都和现在中国其他的中阮老师是不一样的，包括无论是坐姿也好，演奏的状态也好，演奏的方法也好，然后呢关于乐曲的处理也好，两只手弹琴的方法，然后音色，这个是基础，然后那个两只手的基本功，这个是在以后能够处理演奏出非常正那个摄受力的音乐出来的基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乐曲处理，在乐曲处理上你如果有一个厚的基本功，两个方法和基本功和音色都能够掌握好，能够娴熟以后，在处理乐曲的时候，老师最重要就是自然一些。我觉得这既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挑战，对我来说。因为就是平常在和西洋乐器合奏的时候，那种节奏上啊，还有音乐上，就是因为都是一个怎么说呢 ，style 的，所以就不会有像跟民乐合起来稍微有一点困难，就对我来说。现在什么都全球化呀，那音乐也会啊，就是中西结合，其实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很多民乐乐器的协奏曲都找西洋乐器的那个乐团来合奏。我感觉中阮是我听过的就是比较好听的这个中国器乐的一种，就是它的声音我特别喜欢，很嗨的一个人很有趣的一个人。平常合作的时候，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氛围一直都很愉快啊，那种很轻松，专业的同时又轻松吧。他当然，他对自己的专业是，
非常怎么说呢，熟练非常专业的，因为我对和民乐合作不是很熟悉，然后他就也会教我一些。我觉得有机会我当然会啊，我本人就希望能多接触，就像跟各种乐器的合作嘛，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尝试吧，新的尝试，所以我感觉我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中声部它那个起的那个作用是有点像西洋管弦乐里面的大提琴的位置，它是可以那个把高音声部和低音声部然后融合起，如果在民族乐团缺少了中阮这个声部的话呢，就那个整个乐团它高音区和低音区它不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世界上其他的很多喜欢音乐的人，或者是在自己在做音乐的人，他们能够听到中阮这个乐器，然后他们也能够欣赏到中阮所发出来的一个不一样的音色和声音，然后我们可以在其中和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演奏者、其他的乐器能够有所合作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就是。不仅仅可以开拓我在那个和西方音乐交流上的一些视野，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把中国的一些民族文化用中阮这个乐器来传播出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很多中国的一些学生和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包括年轻人，或者是成年，或者是那个有工作，哪怕是一些有家庭的人，他们都会选择一些中国的国乐来在他们生活中陶冶情操，或者是小孩子从小学习国乐来成为专业的那个演奏家，他们都是自己有在自己生活中想到。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乐器的？所以，如果我觉得但是现在国乐包括中阮，在近几年是在飞速的发展阶段。我认为它和琵琶，还有一些二胡、古筝这些乐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区别在近几年才慢慢的有人认识中阮这个乐器，所以说它正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且大家对这个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呢也非常的那个好奇，也觉得很好听，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中国人都想要学习会选择中阮这个乐器，它可能是以后民族乐器中的一股新的潮流，一个新的主流吧。作为一个演奏者吧，他只要拿起琴来，他就会进入到一个演奏的状态里面去。不管你演奏的是什么类型的曲子，或者是什么风格的曲子，那个时候都是心和音乐，在一起的话，它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任何曲子、任何曲目都是我们弹琴的时候，演奏的时候用心灵去那个舒展那个情感。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已经没办法说我应该是演奏出什么样的情感了。我觉得这个曲子，跟以往我所合作的，就是跟林月合作的曲子相比，真的非常好听。就是它对于我来说也相对通俗一点吧，比较易懂，我感觉。老师，看到我了吗？那个，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那个，教育和启发。